远在位在基隆港口的市民广场举办228事件75周年中枢纪念仪式，因为当年国民政府军就是从这里上岸展开镇压屠杀行动，基隆市政府还特别把3月8号这一天定为纪念日，因为那一天是军队从基隆港上岸开始进行屠杀以及相关的这些行动的日子，包含行政院长苏贞昌等多位中央政府官员都出席这场纪念活动。总统蔡英文上台为受难者英灵献花，并颁发回复名誉证书给受难者家属。蔡总统宣誓将持续推动转型正义。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工作在内，我们也会审慎的来推动，不该再以威权的形式来纪念现任的总统，现任的总统。这是我们的原则。面对国际局势动荡，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战争，蔡总统再度喊话：他们坚持捍卫国家的主权和自由民主的决心，相信让全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动容，也让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支持乌克兰的力量。一个团结的国家，才能面对变局，克服挑战。作为总统，团结台湾，保卫民主，是我的责任。藉由典礼，希望228成为台湾理想与热忱的民主基石，化为继续奋斗的力量。华视新闻张胜宏、张正杰、洪熙宇 SNG 小组机动报道。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